9月19号，有一张大张伟被老婆拎的动图被爆出来，并火速窜到了热搜榜第一。动图中，大张伟想往前走，而身后的老婆则是霸气伸手拽住他的帽子，强制他转弯。大张伟也是乖乖的跟着老婆一起走。话说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！平时在镜头前狂放不羁的我们大张伟老师，在老婆面前也是一个不折不扣求生欲爆棚的妻管严呀，也是超可爱了。这种另类撒糖的方式，姥姥喜欢。粉丝纷纷留言道：哈哈，大张伟笑得好甜，好幸福呀！大张伟说：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莫名磕了一口狗粮。芒果拉新闻是可爱的夫妻日常了，报道。